大家好，不是蒙不过江，不是真人不露相，欢迎各位再度收看股市门道现场。好，今天这个大盘呢、我必须用几档股票来跟各位讲、不然各位你不会了解说这个大盘、后面为什么会下跌、那最主要的一个指标股是大力光、我们所以说我们就先从大力光开始谈起。大力光啊，好、12月6号好，高盛放利多上看1200，对不对？高盛上看1200，这是在12月6号的时候。那当时我说过了，我说在高档他去放利多，他为目的为了什么？在低档4月27号，去年的4月27号、4月30号是利空。4月27、4月30号是利空。啊，刚好是在低档，就在这里。好，那目的为了什么？我说一个是高档，一个是低档，齁、只位置不同，做法不同，这个叫异曲同工之妙。我在上个月啊，齁、12月12号齁、我去放空大力光870块。齁、那当时我跟各位说过我为什么要去放空它。这是当天啊齁、870附近齁、这当天。我跟你讲过原因。第一个短线为补缺口，第二个长线的右肩，好、右肩的左肩，这个我都讲过了哈，这个叫头部了。我说他看一千，我说这不会过，这个叫头部，因为这个都是四手黑盘的，这怎么会是还会到1200呢？哦，我说过前波1005块是头部，因为它四手黑盘，它不会过高，所以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这个叫右肩，好、不会过高叫右肩，所以跟当初可成在这个位置其实道理一样，这个也是四手黑盘。所以为什么弹上来可成弹到230几块之后又往下跌、是有原因的。好，那同样的大力光也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，隔天跌下来，再隔天跌停板，对不对？这一天跌停板、不仅是回补，是往下跳。我在上个月12月19号这一天781块停利、停利回补、一样是赚。停利完补完之后，我跟你讲过，本来打下去我要补空单做一趟多上去，那结果它是先反弹，先反弹我就停利嘛。那我跟你说过，我说天弹对多方不利，未来只有空点没有买点，类似今年二月去年啦、现在已经是去年，去年二月中跟三月初的走势。各位投资朋友，你来看这一段，你来看这一段大力光。那你再来看看去年二月初跟三月有没有？我给你看过吗？去年二月，我们再来看，在哪里？好，在这里，我把图放大给你看，在这里，它是不是先往下跳？这一根也是跌停啊，跳完之后一样嘛，对不对？跳完之后两个缺口。好、跳完之后两个缺口反弹，是不是我跟你讲会类似今年二月中跟三月初的走势？这是今年二月初跟三月中先往上往下跳反弹来到这个缺口，所以一开那个前天啊，前天大力光涨停、前天礼拜三一开红一开盘的时候，大力光涨停，我跟你讲，空点快出现了。涨停板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空点快出现了。来到某个价位，我会进场去放空。我说有兴趣的，请跟上。我已经跟你预告啊，它会类似去年二月中跟三月初的走势，对不对？弹完之后往下跌，所以来到这里，我跟你讲，空点快出现了。昨天。大力光开盘前预挂81跟852两个价位空回来，好、这个简讯都在这里，好、你自己看了、这是1月3号是不是昨天8点47分大力光开盘前预挂81跟852两个价位空回来，停损设880块出价就出场、现在先挂价等等看，如果需要改价会另外通知，有哪个字不一样？没有啦、这是我们内部的，有发过讯息，我们助理看得到。好、这是你刚看到的简讯，我自己手机也有，我是给会员的。
预挂81的空到了，哦，昨天最高是844，哦，所以一定空得到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过很多原因嘛，我说这个低点一定破的啦，哦，今天大力光下跌，哦，基本上这档股票我们不会赔，哦，我设个停利就好了，哦，目前获利39,000。哦，从我开始放空大力光到目前，一档股票我只做空，这档股票我只做空，没有做多。哦，到今天为止648块，你只要跟我来回同样的做操作的模式，800块的股票到今天是648块。我不是要告诉你我空大力光，帮我会员赚多少钱。我现在要告诉各位，为什么我要先从大力光开始谈起。来，各位投资朋友。它跟整个大盘又有什么关系？它这个叫做领先指标，这个叫做主力的心态。好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来看大盘哦，我放大给各位看，这是大盘前波6609哈，来，我给你对照6609是12月19号，100年12月19号，大盘见到6609之后开始反弹。好，我们来看同样的时间，大力光的位置，它是在这里没破底哦，它是领先落底哦。你有没有发现它是领先落底哦？所以它是领先指标哦。你再来看大盘哦，大盘是弹上来再破底哦，大力光没破底哦，它是领先指标哦，所以它领先没破底之后开始往上弹。谈到哪里？谈到这个高点就结束了嘛，716块嘛，对不对？它是领先见高哦，大盘呢？大盘是在这，大力光在这里见高，大盘在这里见高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再来，是不是从8170跌到多少？跌到这个低点是6857。好，这个低点是6857。我们再回来看大力光，它的低点是在这里，所以大盘从8170跌到6857的时候，大盘在破底，大力光它是没破底，它是不是领先指标？再来，这个高点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大盘过来了，但是大盘大力光的高点是出现在这里，它是领先指标，也就是说大力光的跌告诉你这个大盘它后面会下去。当然各位投资朋友，可能你是散户投资人，哦，今天涨太阳能，你没有大力光的多单，你会觉得没有关系，跟你没有关系。等到将来这些中高价的跌了完之后，再来就是中价位低价位开始跌的时候，你就会开始紧张了。好，我只是告诉你，从这几波来看，大力光是一个领先指标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第一档股票。那不是只有大力光啊，这个大盘后面为什么会跌，你不用怀疑我的看法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年这2-3年来，只要高点我叫你跑叫你卖，你听我的就绝对不会错。你不跟我放空，你也不要去做多，你听我的绝对不会错。再来我们谈第二档股票，宏达电。哦，我说过下档支撑是270，这是12月18号，这个低点在这里，隔两天低点就是270。上个礼拜封关之前出现这一根大量的时候，我跟你说是换手还是拉高出货，哦，跟大力光一样嘛。大力光前天涨停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过什么？我们跟你讲，这量放太快，这是主力拉上来跑的。哦，为什么这样子的量太快？那个我们礼拜六、礼拜天要上课了哈，在这里我不讲，不然人家干嘛交钱给我？我说你要去提防主力拉高出货。封关那一天上来的时候，好，封关上礼拜嘛。我说第一个长线还是空头格局，第二个
325块高点未必会过，跌破280块，本波反弹结束。上礼拜我跟你讲，下周是中线的时间转折，周线嘛，哦，同一天嘛，哈、哦。我说下周就是这个礼拜嘛，因为这是上礼拜的事嘛，为这一波终极反弹以来的时间转折，我认为下周就是这个礼拜的周线会收黑。我问你有没有收黑？什么时候收黑？什么时候收红？这不是用猜的啦，也不是什么费波南系数。我问你，这哪有费波南系数啊？我问你，我打周线给你看，什么叫费波南系数？12358 13，这哪有八？12345678，八在这里啊，这是九啊，你从这里算它也不是八、啊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说收黑？为什么我说收黑，他就收黑？顺便交代一下哦，明天要来上课，明天要来上课的哈、哦，带录音机，哦，录音机可以录音，但是不能录影，哦，不要录影，你可以带录音机来，有笔记型电脑里面有软体的，哦，任何软体都可以，你可以带过来。第三个就是带计算机来，哦，如果有上我们课的在看节目的，哦，刚好顺便，哦，我在这里做个预告，哦，那最后还有一个梯次。好、哦，可能三月上，可能四月上，哦，就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好、哦，再来我就不上了。好，那这个收黑啊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是事先跟你预告的。来，我们再来看这档股票，这两天开红盘嘛，你们都做多，我说我放空嘛，哦，我说这涨势末端的股票一定空得到，好、哦。等一下再跟你们讲，你们想做多就想去做了哈。那基本上，如果你想放空的话，哦，你看我怎么带你做了。哦，大立光我给你看过了。哦，那这档是股票是什么？我们再来看。哦，但是不要要求我每次都控最高啊。哦，我很用心，我也很尽力的在带我会员。哦，但我不是神，我可以确定一件事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绝对是你的贵人。哦啊！不要把我当神看。1月2号了哈、哦，宏达电开盘前一样预挂305块龙卷放空，好、哦、停损设325，好、哦、玉金光预挂219块龙卷放空，好、哦、这哪时候？1月2号嘛，好、哦、前天，这档股票就宏达电，好、哦、在这里，好、哦、这都开盘前哦，哦你自己去看时间了哈、哦。这宏达电当天最高来到多少？这挂305一定能成交了。哦，这当天的最高来到多少？ 307.5 嘛。来，你自己去对照齁、哦、我把它折下来。哦，看我跟你讲的一步一样，你去看 K 线是不是一样。哦，你去看是不是一模一样啦、啊。哦，走势去是不是一模一样。哦，你自己去看是不是一模一样。这昨天。哦，这昨天你自己看。这昨天嘛，好、哦，你自己去对照是不是一样？好、哦、啊，这今天啊，哦，这今天，再来，玉金光，哦，预挂219块，哦，来，我说这是以反弹结束的股票嘛，哈、哦。好、哦、来看哦，这个价位哈、哦、我没有改过哈、哦。219.5, 我挂多少 ?219, 能不能空到？一定可以的哈、哦。有没有穿价？有没有最高多少 ?219.5, 不仅可以空得到，刚刚好。好、哦、我说过了，我不是神，你有兴趣你不要要求我每次都空最高，但我一定是你的贵人。好。
再来，这前天，好，这昨天啊，你自己去对照看看是不是一样了、啊、我都赶快了、啊、我折起来给你看了、啊，这一样了哈，一模一样了哈，你自己去对照了哈。啊，这昨天嘛哈，这昨天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一模一样嘛哈。啊，今天我不用遮了，因为我已经跟你公开了嘛哈。这不是第一趟哦，这去年的9月24号225块。好，新会员进来26、25、45上空一定空得到。好、哦，我在11月23号212块回补。哦，11月23号212块回补，11月23在这里。好、哦，这一根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 212、219空回来有差价。好、哦，那这第二趟操作了啊，当时为什么要补空单？因为大盘开始涨嘛，同一天嘛，这是纺织，是不是？好啊，在这里为什么要放空？因为大盘要跌了。我知道你不相信，没有关系，慢慢的来。好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你如果说认为这里还会去涨，好，那你就去做多。好，我只是告诉各位，这个大盘如果未来会大跌，我跟你讲，你没有再利用这个时候去改变这个习惯，你未来去改变，你绝对来不及。这个大盘如果会涨，我请问各位，为什么空红海它会下来？啊？美林看113呢、欸哦？外资看大盘看8000、哦、那你去看嘛哈、哦。美林看113，我说这里是卖点，谁会对？好、哦，我们慢慢的来验证没关系。好、哦，这个花旗喊到132。德意志喊到115，小摩上看120，所有人都告诉你大盘上8000，慢慢的来看谁会对。但是各位投资朋友，你不要等到将来下去破底再来找我的时候，你会来不及。我现在帮你来得及，相不相信在你自己。我请问你，红海在哪里？这如果行情行，红海怎么会在这里啦？联发科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高点出来的，你去看看联发科现在在哪里？今天为什么跳下来？今天大跌的不是只有大力光，联发科为什么打到快跌停？会跌最多的高价股，不是大力光，哪一档？跟你讲也没有用。我跟你讲说。大力光空点快出现了，你有没有去空？没有。我跟你讲说，宏达电这个礼拜会收黑，你有没有去空？我不知道。哦，有的话，当然恭喜你赚钱了、啊。哦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你不敢，因为你没人带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你只会做多，将来跌下来的时候你会后悔，你会怪东怪西怪政府。跟你讲说这个大盘会涨到多少，外资跟你讲8000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只能告诉你，这个大盘后面一定大跌，相不相信在你自己，你愿意相信我的，我会给你特别的优惠。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一下广告，等一下再回来跟各位讲大盘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。阅天下，通四方。中正金融大道，聚焦桃园核心，32层古典商办地标，世界以我为首，中越世界中心。用心，用心，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，也只有用心。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：
02-2391-3000 2391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顾得投顾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，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391-3000 2391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顾得投顾。用心，用心还是用心，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，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02-2391-3000 2391-3000，最用心的投顾，顾得投顾。欧派清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清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。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，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，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。出发，返乡创业，青年创业启动金带给您第一桶金，0800-06-1689，青辅会关心您。好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现场。大盘昨天我跟你谈到这里，我说来到这里差不多了。好，昨天这个量叫做放量过快拉高出货，这是昨天收盘前我给我会员的讯息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以短线来说，本波弹升到明天就是今天应该会收回转折。好，内容都在这里了。好，这是不是昨天1:25？以短线来说，本波弹升到明天应该会收黑转折。哦，今天有没有收黑？今天收黑了哈。好，再来，中线跟你做第二个预告。我跟你预告一月会收黑，没有往上的元月行情，只有往下，我们可以来验证。哦，没有关系。中线下周收黑转折，基本上空间也差不多了，这我昨天讲的。所以我昨天跟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说差不多了，空就对了。好，今天跟你预告一样，8000点不会来，可以放逢高空的机会不多了，不要做错方向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另外一个部分。周线封关前我跟你讲过了，好，再上来是最后一段。好，谈完之后一样往下了哈。这个礼拜收红没有转折，但是我可以先跟你预告下个礼拜会收黑完成。为什么他要收黑？因为他要完成本波反弹。我再跟你讲一次，8000点不会来，千万不要做错方向。去年的高点很多人看8500、8600、8300、8100的时候，我说什么？我说8300都不会来啦。要不要相信随便你，相信我的一定有大钱赚。你看8000，我看11000啦。为什么11000？各位，如果把全值还原后，目前的价位是11200点，不是7900。哦，你还想做多？这是证交所做的哦，不是我做的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是102年1月4号，发行量加权股价报酬指数目前是在11000点。哦，你不要当作现在是7800。为什么发行量加权股市报酬是11200点？我们每年都会除权除掉200点、300点，你每年都会配股，配股会那边省掉，啊？台积电，我说过110是它的大压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投资朋友，我们来看月线是在这里，哦，这个我说过，来到102，哦，这个是一个大颈线的位置。你把全值还原的话，台积电是创新高。同样的道理，你把这些全值还原之后，现在是11202点。从民国证交所是从民国92年开始把全值还原，才有这个指数出来。你还想做多？我只能跟你说啊，好好保重了。哦，但是相信我的，你只要愿意给我半年，我有把握让你的财富数倍翻。这是杨少海给你的特别优惠，最后一天
有兴趣的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时间关系，跟各位讲到这里，最后祝各位周末假期愉快，我们下周再会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用心的微笑，含蓄但深刻，真心的微笑，腼腆但温暖，细心的微笑，低调但实在，真心诚意只为了让你满意，我们有信心让你好放心，微笑 MIT 值得信赖。用心，用心，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：02-2391-3000，2391-3000。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，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：02-2391-3000，2391-3000。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用心，用心，还是用心，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。也只有用心，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。入会咨询专线：02-2391-3000，2391-3000。最用心的投顾，固德投顾。高派清理窗，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高派清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。这里是我最爱的地方，这里有我最美的记忆，这里有最疼我的亲人。出发，返乡创业，青年创业启动金带给您第一桶金。0800-06-1689，青辅会关心您。灾后要尽速进行环境清洁，抽干地下室的积水，保持干燥，清除户外积水容器，室内盛水容器也要每周定期清洗换水，避免病媒蚊滋生。清除滋生源，预防登革热。